推美食。结尾要时间合算，几个汤的两个，稍微要点凉吧。我们点了排肉饭，还有什锦河粉，料真的是超级多的，我们都超爱。还有老公最爱的牛肉河粉，儿子最近在练跑步，食量超好的。才吃完晚餐，我们又来金融附近的烧烤店买烧烤，种类超多的，我都有选择性障碍了。那边好像比较好，离厕所也比较近。可是那里包还蛮未知。你吃什么？那是什么？豆干。豆干。好吃吗？嗯。你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你要看方位的吗？好吃吗？好吃。剩下两个我留着啊。好，你吃那是什么？哦，豆干。那个是鸡胗。不好吃。好吃吗？嗯。为什么要弄那么恶心？这样子就不会吃到底下都太甜。哦，怕太甜了。以前爸爸都说像呕吐。我买这么多被你们吃到剩这样，明明就是你买太少。方便，而且现在都不用行无位啊。现在收费较好，拢有。对啦，对啦，较在啦，啊，使用者的付费啊，较袂逐个。你原本这块全部没人知道。对啊，你怎么无钱？大家都早就丢在这边了。原本停放的位置担心楼梯会影响行人，所以我们又换到较旁边的位置，车棚就没有降下来了。沿路开过来，还真有点担心。
40至65岁。你几岁就壮年？对啊。没有啊。你就40了。还没。你45、46吧。最好的。48。你80啊。我到8岁。他现在到底几岁啊？39。哎，你看我只差1哎，阿仁你也快被走了。水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是到接近绿色的那里，你记得吗？绿色的哪里？我看一下。前面柱子那个，至少都有差不多接近绿色啊。你说，大概这边吧。对啊，对啊。嗯哼哼，不会像现在少那么多、啊。嗯。然后，刚有人问我的柱子是不是固定的，我就说应该是固定在河床底 吧，对不对？嗯。可是你看这样水位上升的时候它就会浮起来，可是他问我那个楼梯是斜的、啊、嗯，那浮起来的时候应该会往前延伸，会拖一个距离嘛，对，那不就卡住了吗？嗯，哎、欸、我就觉得他问题问得蛮好的，然后我也还没回答他，我也在想为什么。好，拜拜。你上网查一下，对，要再研究看看。对啊，好，有可能楼梯的位置会改吗？不知道，还是它楼梯最前面那个地方是斜的，然后它往前推，哎、欸，不对啊，不晓得，谁可以解答一下？做吸管，这中间有洞是吗？有啊，我看哪里啊？我看看，借我一下。好吧，我想要把它们的统一长度。